过来，你俩肯定要认我呀、啊！我是你俩小主人啊！快快快！哎，这俩狗是一个母亲，一个孩子。这黑狗是母亲，黑狗还是挺通人性的。乖乖，让我认一认，让我摸一摸。哇，你这脾气真的什么？你的主人已经不在了，迎接你的就是你的小主人。这都长满草了，就这只狗还留在这儿。他可能在等他主人，他主人回不来了。哎，这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你没看过那什么什么？哎，乖乖，你主人等不到你主人了，那就你的。